观世音菩萨，感恩菩萨台长，感恩菩萨师父。我想问的是，我妈妈2009年过世的，叫周慧芬，周是周恩来的周，慧是智慧的慧，恩惠的慧，芬是草字头的芬。现在在草字头什么芬啊？草字头下面一个分开的芬。啊，芬。啊，周慧是恩惠的惠，对，是车薪惠是吧？没有意义，两个丰收的丰啊？不是，这个是怎么说？是什么惠啊？智慧的惠，我不是一个的。智慧的惠啊？恩惠的惠，是不是上面一个汽车的车，下面一个星啦？十啊？对，就是这个惠，是优惠的惠，是吧？就是优惠的惠啊，对对，叫车薪惠啊，对，叫周惠什么？分，草字头下面一个分开的分。什么时候走的？2009年6月30号。2009年6月30号。对。是你妈妈是吧？对。走的时候很痛苦。她好像有说的。周什么会啊？周慧芬。周慧芬。好，你给他念了很多小房子了，已经到了阿修罗道了。感恩师父，在阿修罗道。谢谢师父，那么我还要再给他去十念吧。你当然给他念了，你能够看看能不能把他念到天上去啊？好的，那我这样给他念多少章？再给他念49章，49章念，好吧？好的。台长到时候再帮你看了，什么办法啊？大家记住，你们有这么个台长，可你们像朋友一样教你们学佛。如果你们的长辈早走，比台长走得早，至少我可以帮你们看到他在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在四圣道，还在鬼道，看看你们孝顺不孝顺。有这么个台长，对你们好不好啊？好好学佛，台长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，唯一的要求就叫你们好好学佛，大家听得懂吗？感恩师父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梦到过我妈妈。你想梦见他是吧？我很想他，但是不要了。夜空好冷啊！我很想他，人就是这么虚伪。我怕他掉下来，不是虚伪。哦，他下来看看你就会掉下来了。我怕他掉下来。你以为啊？要命！不会的，听懂吗？好。还有我想好，我想看看他，吓坏了。谢谢师父。好了，随缘吧，他来看你就看你了，不看你们就算了。好的，随缘，我知道了。我一定的，我就觉得随缘好。还有，我想叫师父帮我看一下，我是59年的猪，有没有灵性？还有，我要念多少小房子？啊，你有灵性啊，你的喉咙很不好。你的口腔经常发炎，对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讲句话好吧，你不要生气啊。我不会生气。哎，你这个性格啊，跟你的属相有点像。很傻的。不是，猪还不但傻了，还好吃懒做。你呀，记住啊，很懒的，早上爬不起来的。很早起来的，不就早上10点吗？但是我现在不会再懒了。你很坦白，你现在是很好，因为你学佛了呀。你过去懒不懒啊？过去啊，好像很懒。哎呀，大家开心了，开心了不得了。那么我还叫师父帮我看一下我家的佛台有没有问题。啊，这个可以看啊，佛台看看。能不能把菩萨像再垫高一点啊？可以的。低了一点的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的。啊，再垫高一点点。好的。好吧，把佛像再往左面，你面对的佛像往左面移一点，因为你们右面不是厨房就厕所。
气场不好，就佛像的右面啊，隔墙啊，不是厕所就是厨房。但是人家家里不是我家。那人家家里，我看出去的墙壁就是你们看过那个很多电影吗？这打仗的电影不是有这种红外线吗？它红外线就是你躲在这个墙壁后面，不是看人家拿着枪吗？他看的时候啊，不是红外线看出去看不到墙的，就看见那个人有个光啊在那里啊。台长告诉你们，我看出去的这个墙就是像一张纸一样的薄的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所以千万不要把佛像放在人家的厕所的墙的后面。我知道了。好了，谢谢师父。好，谢谢啊。很诚实。